球哈。那因为这个台北哈，等于是后花园的宜兰基地区，只要40分钟的车程哦，经过雪隧非常的快哈。那欣赏这个龟山岛的这个金豚的这个鱼药的这个情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呢，结合这么样的一个丰富的生态资源，才有我们今天呢这个举办这个经验奇侠之旅的一个开始。一开始呢，我们荣国龙来这个介绍我们在座与会的嘉宾朋友们哈。首先第一位国龙来介绍的是立法委员陈欧国夫人徐慧瑜女士，大家好，来谢谢。第二位呢是我们宜兰工商旅游处处长陈德兴陈处长。再接下来是我们东北角记宜兰管理处副处长刘世明刘副处长。来，接下来是我们东北角记宜兰处管理处大里站的这个站长主任哈杨创富杨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宜兰县工商旅游处记政刘金珠刘记政。接下来是我们的I'm sorry, very much。荣国龙来这个补充介绍，因为这个没有看到，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宜兰县议员、宜兰县赏金推广协会理事长，我们林其三林议员。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哈。来，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案巡第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郑耀斌郑副大队长。接下来是我们头城区的渔会理事长林明湛林理事长。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头城区渔会总干事郑占福郑总干事。来，接下来是我们这个中华金豚协会秘书长廖杰富廖秘书长。接下来是我们台湾产业创意促进协会理事长黄国盛黄理事长。好，还有呢是我们头城镇镇民代表刘瑞杰刘代表。好，那么好呢慢慢投这个市长好到三楼我九零三分钟就加入一三楼啊。好，那么魏大导他的位置到了宜兰县头城镇东方产业600海里陆地上的面积公里1.0108公里哈。因为我们船今天的时速大概是路上的摩托车测30公里可以甚至骑脚踏车还要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开太快了如果开太快的话呢，会摇情况会觉得不舒服会有晕船的现象但是会晕船没有关系，我们船上呢什么都没有塑胶袋特别多尽量简单使用不用客气可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活动。那我想
今天这个活动在我单位的鼓励之下，跟你找一个协会合作来结合，推出很多的这个优惠的奖励，还有包装很多优质的一个行程。那我相信一定可以带给很多的游客还有很大的惊喜，跟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的环境。那我想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今天都会以上今天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先准备来登陆龟山岛，早上的
行程我们会派一位专业的解说啊，会导览我们所有的嘉宾啊，去讲解龟山岛的一些历史文化啊。那岛上的时间结束之后，一样再到我们船啊，准备等一下来到这个龟山岛外围啊，来介绍这个龟山岛外围的发景啊，让我们嘉宾来了解哈。啊，那么龟山岛在民国1989年已经列为海上生态公园啊，上面的花草树木能看不能摸也不能踩啊，脸石头也不可以捡一颗啊，如果捡一颗的话啊，被这里的阿兵哥还是诸位你看到罚金新台币一颗，没有很多钱啊，10万台币啊，一个石头10万啊，如果你要浇水用的话，你可以跟东北角他们那边来申请啊，来捡这个石头啊，要不然的话啊，一般民众啊最好不要捡石头，一颗石头10万啊，不要随便乱捡。啊，垃圾也不要随便乱丢啊！龟山岛上面的环境呢，啊，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好，那我们等一下啊，靠泊码头。